家早上好，我是宇阳老师。现在呢，我在桃园的莲花屿。那今天呢是非常殊胜的日子，今天是莲师回到人间的日子，就是藏历初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桃园莲花屿呢办了莲师会供。那今天比较特别，因为今天不是假日，所以我们没有邀请很多的客人来参加这一个莲师会供。相反的，我们让我们全省的同仁能够有机会来接受莲师的加持。因为呢，我们全省的同仁呢都在实践开心就是开运的这一个企业的理念，也就是在实践我的梦想。所以呢，他们平常呢，在北中南，在任何的角落呢，帮助很多的客人，等于代替我服务了很多我们的粉丝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让这些同仁们有非常好的对佛法的见解也好，对人生的善的理念的见解也好，同时要让他们对莲师会供到底是什么非常的清楚，于是他们才可以把这个完整的理念、正确的讯息告诉给我们的客人服务我们的粉丝。所以呢，每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邀请全省的所有同仁呢，来到桃园莲花屿来修莲师会供，让我们自己更健康、更有力量。如此，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那现在呢，大家就跟我一起进入莲师会供的场地。有看过我们桃园莲花屿吗？有来过吗？我稍微四周呢绕一绕给大家看哈，这里呢也有很多好看的东西。哎，我们的同仁在跟大家打招呼了啊。这是我们桃园的这个莲花屿的服务人员哈。那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帐茶，有很多的可以喝茶的地方哈，欢迎大家呢光临桃园莲花屿。然后呢，这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都是我布置的哦。啊，这里也有很多的唐卡，有些人如果说找产品不知道怎么找，也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。也有很多结缘的很漂亮的东西哈。那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来请这个玛尼石，可以请这个玛尼石回去。啊，这个送给老人家呢，放在佛堂，放在桌子上非常好，然后手呢可以握哈，非常好。那因为今天呢的重点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产品，所以我们就简单带过啊。今天最主要是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同仁，我们好像大会师一样哈。那全省大家聚在一起，非常的欢乐。那因为10点我们就要正式法会了，所以我只剩下几分钟，让大家看一看，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桃园莲花屿。好，这是呢桃园莲花屿呢跟大家结缘分享的很多的产品啊，很多的挂在车上的。农历七月呢，大家车上都尽量挂一些车挂哈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开大门，带大家哎来看一下这个大门是很漂亮呢啊。我们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开门。好，我们马上呢就进入桃园莲花屿啊。好，我现在脱鞋子，因为我们进去。好 ，OK， 我们进去佛堂呢，里面有大家看到迎面而来有很多光明灯，有一个很漂亮的佛塔，看到没有？这也是很多这个善心人士的供养。那上面还有很多的光明灯。好，这都是我们的同仁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总经理在跟我们全省的同仁哈解释什么是莲师会供。因为呢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新进的同仁，我们有很多新进的同仁，那这些新进的同仁他们不太明白什么是莲师会供，所以我们不但要教育他们，而且要让他们实际的来参与，才知道说莲师会供有多大的功德哈。那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同仁呢自己会买很多的他们会买很多的东西来，然后自己写上红色的条子，然后呢会供完之后可以把这些全部带回家。好，这都是同仁他们自己发心自己准备的哈。那我们呢也会有准备一些米呀哈，好吃的饼干糖果哈，然后呢这些都是要做莲师会供的哈。然后大家我发现呢，我们的佛已经来了。
这是我们哈，之前我们这里供了五方佛哈，那个是非常慈悲的松柏仁波切啊借我们的五方佛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是啊莲花生大师，我们这里供的是三宝佛哈，啊大家可以看，主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旁边有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释臂观音哈，然后这边呢，我赶快关掉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是三宝佛，那加上啊四臂观音，还有莲花生大师哈。好，这个，然后这里呢，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，这个是上师的法座啊，上师的法座。那里面那个秘密的门呢，就是护法殿哈。然后这些桌椅呢，都是喇嘛的位置，这是奔巴喇嘛的位置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尊就是可以消业障的啊，告解室啊，告解室。跟那个基督教一样，有一个告解室哈。我们佛教的告解室就是金刚萨埵，它可以帮我们消除业障哈。不管我们心里有多少的悔恨啊，做错事啊，运气不好啊，都可以透由金刚萨埵来消业障哈。好，那我在我背后呢，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同仁哈，北中南的。好，李总给我两分钟好吗？来，我们呢来介绍一下，台中的同仁举手。台中的同仁，怎么大家不太好意思？台中同仁举手。好，那高雄的同仁，好，高雄同仁，那桃园的同仁。哦，桃园最多哈，啊，这里是你们地主国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我们有管理部门，哇，然后仓储部门，哇，然后行动商务也来了哈，台北门市有没有？啊，台北门市有一人代表哈，好，那阳明山莲花雨。哇，莲花雨的同仁也来了哈。那莲花雨今天没有营业吗？下午赶回去是吧？中午会赶回去啊、哦。啊，今天还有留一个人哈。好，那这里呢有台北客服，来挥挥手。还有哪个单位我没讲到的？啊，文创有谁？文创在哪里？哦，文创啊、哦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请李总再继续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一聊，因为每一次的莲师会供呢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会把这些白米呢送到独居老人或者是原住民哈，城乡差距比较远的地方，比较弱势的。然后比较就是家庭环境比较辛苦的啊，我们就会把这些米呢送给大家。那其实这些米呢，除了有部分是我们公司自己的购买，其实有很多呢也都是参加莲师会供的人的善心哈、啊。所以非常谢谢大家，我们莲师会供呢在这里已经办了好像两年多了哈、啊。那我们已经送出去几千公斤的白米了。好，我们一直每个月都在做这些弱势关怀，急难救助，还有我的宇阳慈善基金会一直也都是在每一个月哈，每一个学年都在发这个奖助学金哈，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来随喜这个善业，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还安好，那就尽一份自己的能力，可以多多的帮助别人哈。每天布施可以让自己非常的开心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也请到非常尊贵的仁波切来为我们修法。那10点我们的法会就要开始了，就不跟大家多聊了。谢谢线上所有的朋友，我会把今天早上修莲师会供的功德回向给你们。那同时最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念 Om Ahom Benja Guru Bema Siddhi Hom。早上7点我有 po 了一个我唱的莲师除障的祈请文，
非常有法力，你只要跟着我唱，每天早晚唱一遍，你会发现你的障碍越来越少，小人越来越少，你的命运会越来越好。祝福你，在西德雷 ，Om 阿吽 ，Benja Guru Bema Siddhi Hom，Om 阿吽 ，Benja Guru Bema Siddhi Hom，Om 阿吽 ，Benja Guru Bema Siddhi Hom。祝福所有朋友今天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一切圆满，拜拜。